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牙头哥。今天呢，我们上面那个抱床差不多现在不要用了，我今天准备把它拉回去，退给我叔叔。我们两个吧，我们两个一起去。到那边要找个人抬。我不负责，我不负责推呀、啊。啊，我先把这个，到那边再送给他。耶，这一次不错哦。空车都上不了吗？那你电多机的啊？得搞买个修的。哒哒哒，哟。太沉了，这个，
倒了这里。快点了，我断家伙了。小偷给你们家还有一个。一路在那里大摇大摆的，你看到这里被一个洞都给打倒了。洞偏一下，上面不稳，得来了。车祸现场，看别人的墙有没有被撞坏呀？这个架架还好，还好，这个墙还是好的。喂，滑了，滑了，整个螺丝也滑了。哎呦！他们都在看你出车祸，到了，送到三叔家了。我们家到三叔家有几公里啊？一公里多的路，我好像得开了像10多公里一样的。我们现在想个办法把它弄上去，才安全送到三叔家。我们这个叫做拿得进去哦，放不出来。不要，又出车祸。